这就没办法了。谁都会沉默，直到最后再这个东西一直在。敌军哦，游戏改速，没有欢乐豆了。碾碎他们！一级打野要学艺啊，这个东西打野学艺还是可以的，因为 Q 技能 CD 太长了，15秒。所以我们学艺啊，一技能的 CD 呢就会短，但是呢它只短1秒，呵呵，但是输出会高一些，而且会带来一手控制啊。我们可以隔墙打。全军出击！我不是色盲，但是我们可以开始射。晕住，哎，哦，对，扛2波，哦 ，OK， 等，二级就要学 Q 了，这波从穿过去 ，CD 太长了，所以你看，哎，我点的灵魂收割。这个大狼头上你看到没有？有个东西，我可以收割它。好，走，收割了一波。现在4点，我们大鸟还是要吃的啊。我打大鸟，我带的这个天赋点回复还可以的啊，不是，啊，回血，看我的回血，看到没有？啊，回了很多，几乎没掉。A O E， 他的打野是泰达米尔。泰达米尔的话，我觉得我可以考虑先看看河蝎这个地方啊，啊，发个眼。装不好装啊，装不好装。先平 A， 逮到你了，兄弟！把他拉晕住！哎呦，没把他晕住，我就很烦。怎么说？隐身，拜拜！你追，你到哪追到我？他没把他晕住，那个我要跑到他的身后才能把他晕住。哟，我靠！啊，走吧。哎，你看这样才能把他晕住，要跑到他身后。算了，打波红，抓一波上，上路有角度。单车，可以啊！收割一波，十层，承接好了，承接一波，回家。考虑守主意，那应该不合适。走了，回家。12层，嗯，铁马的不够，我先把打野刀出了。这把我们出一手蓝色的，因为这个蛮王不是我的心思，不需要出红色的，不需他。蛮王好像到我野区来了，我只能说他胆子有点大。如果他在偷我的野怪的话，我觉得应该是摸到了。没偷，可
能在我的野区这个地方插了个眼。暂时不管。基本上哪里都来，搞起来，我来拽他，我来拽他。没追到，打野怪吧。这波我马上来干个。哟，中路这么强势？这波他卡莎有角度。手脚勤快的人，该得好死。不用怕，跟他打。算了，这个血量差不死了。一个人，我先走了。宝上，我已经被看到了。警局好像的水手就这么看着我被一头怪兽。等级提升有点慢了，我要吃个 buff。不过还行吧，30多刀其实也不少。现在野区经验就比较少，哦，无的，抓一波上吧。下路有点缩，好像非常缩，而且有阿里斯塔不好抓。哎呀，这个 W 放歪了，放歪了。我们的劫有点小惨，但没关系，有我在，我也是一个输出，到后期我可以弥补他的输出。搞一身现如今我的脑子不完全听我使唤。中路不见了，我马上六，到六级以后抓就好抓多了，特别是上路。好，六级了。我血量不多，但也可以抓啊，就看配合，看我上的时机了。他肯定是要秒我的，不用想的。啊，这个就要看我上的时机了，就很重要了。你跟他打起来。我来吃个果子，你跟他打起来啊，不用怕，他只要敢还手，你可以卖个破的。好，这个角度就这个就非常有机会了。来，隐身 ，E 过来拉晕住，再走直啊，秒了，不是用大招秒的，直接被 Q 死了。我逃跑能力很强啊！小老板野怪全收，我不收，回家，回家了。提亚马特还是要出，打红去。提亚马特出了之后，可以重置一下我的平 A， 三连招就差不多了，给个大招啊。OK， 我们队友有点小惨，中路有点小惨。好像还行的样子。这个蛮王想干什么？跑到我的上路来。算了，我不去找他，我没有大招，找他有点浪费时间。我这把点的是黑暗收割，到后面我会非常强，我收割的越多就越变态。等我大招好。
下路好说啊，这么猥琐的。好，我来了。好，打得不错，打起来。我马上到。阿里斯塔再肉没用，开大招对我来说是无效的。我还就那个 Musa。好，惩戒。我还就那个 Musa 啊。好帅啊！我用大招杀人，我队友加钱的，很舒服。斩杀绝啊！走走走走走了走了走了。阿蛮王来了，走了。我这波大招收了600块，给队友加了600块，贼舒服。而且我的攻击290，啊，这个伤害290，舒服。先把武术写出了啊，这样我的干咳更有力度。扫描对我来说不重要，我不需要扫描，哎，我不需要怎么样？已提供金币总和600。啊，600就是要抢人头，不抢人头队友不加钱，知道吧？啊，一定要抢人头。很舒服的，队友非常的爽，他直接爆了一波钱。我来了，等我武术鞋出发。这波算了，不行，他已经缩回去了。这波没大招，好，隐身一开，能跟我打一把。等我大招好了，我来斩杀一波这个妖姬。走，三个人头在走，翻滚。这个大狼的灵魂收割，赶快把它收了啊！我大招好了，收这个东西，54个灵魂。隐身，直接提速走了。哎，这个血量我就哟秒了，搞得不错啊，队友打得可以啊，我本以为这个捷爆了。斩杀，看到这种红血条就又是斩杀哟，你别说我帮一波就活了，全部盘活。我发现我很强，60个了。斩杀呀！哟，雪老板反应过来了。算了，走了，他队友来了，你知道吧？哇，他这个大招开的这么好吗？我现在来讨债了。这个大招开的我有点没办法，说实话。开的太好了，大招！我正好放他，正好开，不然是秒杀的。为什么这么强呢？来，再来一个魂包，来个大魂包啊！大招浪费了，浪费了。哎，有些，等一下，那回家了，算了，回家就算了。哎呦，公主这么厉害？哎，好。
你防守跑不掉了。这个跑速就太快了，68。隐身者，收割，黑暗收割。下去收一波，大招好了，牛头开大招可以减少50%的伤害，但是对我无效，哎，很舒服。我血量差不多能秒了。我在打他，就打，打，不用怕的。哎，好，非常好，隐身。来，先给他们进来。主要人有点小多，我靠！我靠，人怎么这么多？好，有，没有那个神剑，隐身，我来杀泰达米尔。翻滚晕住皮走你，哎，杀不杀我？没打中啊，十字架的在这个位置其实有点小。它不是一个圆圈，圆圈就好多了。我最后一口喝的是无价之宝，灵魂收割94来了，来了，我的小隐身厉害，单车。走了，拜拜。这个优势不着急了呀，我的九头蛇够了。财水可不是犹豫的，收集98。又隐身提速，102，准备回家，回家一波。这个英雄是河里面的英雄，有点像沙悟净。先把这个出了，我可以考虑一个搞事，隐身拉晕住马特，折斩杀，你想干什么？隐身想秒我，对不起，我也能秒人啊。哇，这个急速回复有点快啊，来个这个，来个黑圈，舒服呀。
CD 卷一卷，大招510，13级510，恢复902，属性有点强。没人比我去过更远。来喽，逮到隐身。起亚马特十，来拆拆拆拆拆，来把他拽过来，你拽我拽你，往回拉一波，晕住，你们打，啊，你们打怎么样？这个细节处理，我问你怎么样？来机器人的勾勾他。勾他勾他，强得很，功能很强大。哦，六哥六哥，多快啊！一直，我还去那个斩杀，说好斩杀的，耶，什么情况 ？NP 谁？来打。荔枝，哟，没抢到，我很难受，我蛤蟆没吃到，耶，做好斩杀，九 K 车处决，处决？没有到处决条件吗？不会啊，爆了呀！148，回家一波，嗯，黑切把它做了，这把优势好大、啊，主要我这个打野太强了 ，gank 手段太多，你知道吧？一上来就把对面抓歇菜，一上来就把抓崩了，1900块，来个飞切，来个。冰啊啊呀，翻盘好事，来我来了，隐身40的 CD， 我就问你怎么打，你怎么处决，我还就那个处决啊，来来来来来，快快快！我的处决，有啊，你把它搞定了。Shut down。 哎呀，我的大招没了，放了吧，走了。刚才这两个直接被我砍死，打团是最舒服的，无限的处决。我基本上一半血就能够处决了。很夸张，海床唐猫君主，你想干什么？你可能不太清楚我的小老板是不是
你是40，40，哎呦，你真不知道我的这个英雄有多强吗？花里胡哨，隐身来。烦，追错人了，不然把他秒了，我还走了。我这个东西能飞过去的。找错人了。其实我主要是为了吃包饭，知道吧？所以我想死一包。秀起来就很帅，秀不起来正好吃包饭。615，615，你想想看，这个血量我在就直接带走啊！来打起来，有我在，不用怕。隐身绕后，好处是贼的。来，反手拉过来，一拉回去，哟，一处决，我看就那个处决，丁怎么说？隐身跑得有多快？戳你啊！回血巨快，回血巨快，我一躲起来，回血巨快。举得太深了，来了，运住运住，走你。三连斩 AJQ 接提亚马特，三连斩贼舒服。伤害爆炸，哎，我来了，隐身刮擦皮哟，被那个了，没大没大，大没好，大好了就直接秒。来长魔机器人 Q 戳一波，拉过来，怎么说？没事，我有隐身的，你们打。好，处决池，把他拽回来。哟，没拽过来呢还。来，其实我就隐身上。哎呀，你又少把这个东西啊！来，给我来 Muse。来，没事，往我这来，长矛拉过来，皮，处决皮，哎呀，带走，还能飞过去，你知道吧？隐身来打起来，大招还在的，搞，搞都不走，来来来来，搞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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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搞啊，贼娃子跑得贼快，根本逮不到，放早了，稍微再打天天打他一点血就秒了，处决死了。没有蓝了，隐身来 A 一下，往我往我这边拉，拽过来 E 哟，还是死了，我靠，没有蓝了，没有蓝了，晕住，晕住了。有点像机器人的钩，但是没有钩的那么。船长们总是可以翻船。你怎么说？是晕住。隐身怎么说？开不开大？哎呀，你开大就行了，没用 ，Muse。行，没把他斩死，我靠，回上来了。这回血好快啊！
国服第一杀生。今天我先做一下午国服第一杀生，没应该没意见。隐身，晕座，长矛把他拽回来。X， 哟，拽了一个这个东西。隐身跑得快，长矛拽，拉过来怎么说？没事，回血快，看不到我，我回血超快的。真的，长矛拽，哟，给了个血盆。有点小气，我的逃跑手段就太多了呀，是吧？来打起来，256，隐身，长矛拽，隐身晕座，接平 A， 接惩戒，接平 A 处决，隐身先溜。长矛拽，隐身，长矛拽，我大招要消失了，没了，快，不上拉倒，长矛拽，没了。不知道。打到好喽，大招，提亚马特平 A， 处决，嗯，好的，处决。好强啊！